Karen 好嘢嚟噶，我而家我而家俾你兩個傾偈都話冇話，我哋都未話交將個交託俾你，我都竟然有少少擔心啦。有啲唔捨得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佢老豆送人出嫁女嘅，系啊，翹住喺個教堂行到尾嗰啲喊曬嘴，仲要係第一個女添，咪就係咯。我而家都有少擔憂，不過咁，既然都已經，唉，都已經安排好啦。顺利啦，呢个阿俊唯有唔多谢晒啦，做兄弟嘅嘢，唉，真系拍心口啊！第时有啲咩，唉，行开行埋，请我你食条蕉就好啦，知唔知啊？喂，我哋我依家揾阿 Karen 出嚟噶啦吓，你淡定啲啊你，阿 Karen。Hello，Hi， 你头先有冇 ？Hello， 阿 Ben， 强弟，你哋好啊！你有冇听到我哋同阿俊倾偈啊？我有啊，我有啊。你有冇少少担心啊？我好紧张啊！咁又唔使紧张，我头先佢讲咗噶啦，我哋嗱，即系男女倾偈咧，男仔做主动系要啲嘅。你知唔知边个郑少聪啊？唔係好有印象，得閒開個 now 嚟睇下波，係啦係啦，有個好黑掹掹嘅，黑掹掹，嚟自波斯達黎加嘅，冇錯，佢原裝咧就係一個香港嘅頂級甲組足球員嚟，香球星，球星，佢都係球星，真係幾靚仔㗎，幾有型㗎，咁咧就而阿俊咧。高啦，高大嘅阿俊都178嘅嚇，個樣咧就真係似鄭少聰。髮型因為都係呢一隻，係啊係啊。你可以上網 search 鄭少聰，你就幻想嗰大約係阿俊咁樣啦。嗱，我哋好老實講到明啊，阿俊咧個髮線係較高嘅，但係佢唔係甩頭髮嗰啲高，佢係生出嚟髮線。所以佢就係鄭少聰啦。係啊。你放心，即係佢個髮型啊，嗰樣嘢 OK 嘅，唔係秃，佢係乾淨嗰啲男仔嚟嘅。係。係啦 ，OK， 阿俊。系你好，阿 Karen 咧，嗱我又即系好略略讲一次啦，你上次都听过噶啦 ，Karen 就我哋形容过佢系靓女噶啦，32岁，我话俾你听，佢29岁先拍第一次拖嘅，系咪啊？我冇讲错嘅话，系冇讲错啊。咁咧，好几钱啊？而且咧，我同强力听到，即系我仲记得中间嘅时候咧，我哋都眼闪咗一闪嘅，就因为即系佢啲背景样嘢都唔错噶。咁我覺得咧，屋企俾個餐廳去打理。係啦，咁我覺得咧 ，Karen 呢啲筍盤咧，即係你又盡你嘅能力同人傾下偈啦。嗱，暫時我自己初步咁樣聽啦，即係你哋兩個可以隨時一齊參與。即係佢哋兩個嘅性格，暫時俾我咁樣感覺咧，係幾一個粒一個突嘅。嗯，因為 Karen 係一個比較開朗主動嘅女仔，陽光啲。係啦，阿俊咧就係其實阿俊就好容易就得人，但阿俊就相對咧就係可能會。lay back 少少嘅，我自己覺得會靜啲嘅咁樣咯。但係我又覺得佢兩個有少少一粒一突嘅，我而家暫時咁睇，我覺得會係啊。我覺得有得傾啦。總言之就睇下要睇下俊啊。阿俊你點啊？準備好未啊？個心有冇補咗咁跳啊？冇啊，跳得好犀利。O K， 我都有啊。嗱咁啊，呢下嘢其實我同強你真係有少少唔捨得噶啦。唉。咁你哋會點啊？我哋喺度，你哋去邊啊？我哋喺側邊嘅，我喺度嘅，我哋喺度嘅。嗱，不過咁啦，呢個時候交俾你兩個傾下偈先啦，好嘛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嚟啦，俊，阿俊，係，好，唔好等女仔開。交下波俾你啦，你嚟啊，開波咧。Hello Kevin， 你平時放假有咩做嘅？Hello 你好啊，平时放假都系同你差唔多啦，都系同啲朋友食饭啦，咁有时都会去做 yoga， 咁我近排想参加呢个日文班嗰啲添，系啊，我系会唔会睇戏嗰啲啊？吓？会唔会睇戏 ？sorry 听唔清楚，佢问你会唔会睇戏喎？哦，都會，係啊，係啊，係、啊。哦，咁都話中意睇啲咩類型嘅戲咁啊？恐怖片、驚慄片嗰啲一定唔得之外，其他我都 OK 嘅，係、啊。哦。你有睇過咩戲啊，俊？嗱，我驚你而家繼續落去，好似而家真係 interview 請 AO 咁樣。咁嗱，你應該係呢啲時候咧，你就同人哋傾啊，係咩？喂，我近排睇咗嗰出唔知乜鬼嘢鬼修女喎、啊，嗰啲咁樣。有套嘢，我睇個 trailer 好似幾好喎、啊。係啊，嗰啲有興趣嗰啲啊嘛。你拋下自己啲嘢出嚟先，嚟啊嚟咧。
近排最近嗰套戏咧睇咗《水坟侠》入嚟，最近睇咗咩戏多咧？最近睇咗你讲自己，你仲唔系问翻人？我就叫你讲下你自己啊，觉得套戏点啊？诸如此类嗰啲啊。嗱，而家咧我哋唔系笑你噶，我哋系一路帮紧你哋，等你哋即系大家又可以学下点样同人倾偈咁解啫。即系唔知讲乜紧张。咁好啦，我问你啦，水行侠有咩好睇啊？大只我想，鬼佬啦佢，又有鬼妹咁。唔系我有个 friend 啱啱喺加拿大，即系唔系阿肥 Sam 啦，佢话喺加拿大兜口兜面撞到水行侠，唔出真人，好大只噶嘛。我喺铜锣湾做到徐锦江，系啊，咁我想撞到徐锦江多啲，花和尚。特威嗰陣時城市蘇拿嗰個嘛，我知道。好啦，交翻俾你啦，俊。即係話咧，你同人哋傾偈咧，嗱，即係因為你一問一答啊嘛，有啲。咁阿 Karen 作為一個女仔咧，佢已經好好啦，佢唔介意答你問題啦。但係如果你句句都一問一答咧，即係人哋會好快就會悶噶啦。咁你可能有時講下自己啲嘢啊，嗰啲咁樣樣。明白深入少少可以，深入少少。我示範一次。阿 Karen。剛才說到你說你水行俠啊，剛才說到還有徐錦江啊，除了經律那些什麼都不看嘛，我就不信你人生沒有看過鬼戲的。我有啊，有啊，看過哪一出呢？看過一出。最害怕的出是哪一出呢？哦，看過張家輝那一出，但他不是最害怕的，但是張家輝。哦，化骨龍啊嘛。不是中華島啊，古鬼啊真的是。张家辉系咪遇难乜鬼嘢啊？定系第二出陀地驱魔人？系咯，陀地驱魔人定遇难？陀地驱魔人嗰出都唔惊啊！贞子你有冇睇过？嗰出我真系搞唔掂。贞子我睇片头啊，已经贞子真系得人惊嘅，因为咦哇咁啊 ，Karen 系唔吓得个，唔吓得噶，真系唔吓得。但系如果有个人揽住你睇，会唔会好啲噶？会唔会噶？我会问下佢情节咯，匿埋喺即系你会黑埋眼嗰啲啊？嗱，呢个我做一个助攻，我嚟一个助攻。讲真，Karen 有冇以前真系试过男仔明知你唔即系拗嘅睇恐怖片，系都话要带你去睇，你都照去嘅？有冇试咁嘅情况先？未试过，因为你会拒绝唔去睇。系。咁如果你睇得最开心嘅系咩类型咧？笑啊，爱情啊，纪律啊，唔系纪律，纪律、啊。最开心系 Marvel 嘅电影系。哦，你睇嗰啲今日日头先头先水行侠啊，你系。系啊，哎呀，我冇睇啊，其实我想睇一套噶都。哦 ，OK， 嗱，阿俊，我而家系你咧，我唔知道你睇得多唔多，我系你，我即刻就问，咦，如果 Marvel 里面咁多个英雄，你觉得你最中意边个咧？咁，你问人啦、啊。阿俊，唔系啊，讲坚啊，跟住人哋讲完之后，你又讲下你自己最中意边个，跟住讲点解噶嘛？嚟嚟嚟嚟嚟，讲边啲话？阿俊。激死人啊 ！Rewind， 歪翻大先。人哋阿 Karen 咧，中意睇 Marvel， 即系嗰啲嗰扎 Iron Man 啦，复仇者嗰扎嗰啲 friend 系啊。系啦，你咧就应该系时候话啊，系咩咁样？诶，咁咁多件，你最中意睇边件啊？咁，但系我冇睇过呢个，你全部冇睇。系啊。咁你晓唔晓边个 Iron Man 啊？唔系好清楚。钢铁人、啊。冇睇啊！钢铁侠嗰啲大陆名嚟嘅，嗰阵时边个 Ip Man 啊？大佬啊，好算好第二样啦。阿 Karen 啊，啱啱咧佢去过大阪啊，你去过未啊？大阪？我去过啦。你去过一次定去过几多次？好多次我话 Karen 去过，我谂到系两三次啊。你去大阪搞咩多？我记得系。去大阪會去、啊、上次我去了環球影城咯，跟住因為那次是第一次去的，咁就同一班 friend 去，咁覺得幾好玩嘅，咁同埋就會去埋大阪隔離嘅京都咯。嗯，係啦，睇嗰啲廟啊，啲城嗰啲嘢啊嘛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同埋可以而家試埋著和服添㗎。哇！好有玩啊！喂，你有冇啲和服相你睇下？唔得嘅嗰啲嘢，我遲啲俾你睇。啊！喂，阿俊。你有冇去环球影城啊？有啊有啊。你有冇玩嗰啲里边嗰啲戳啊、拱啊、推啊嗰啲啊？蜘蛛侠嗰、那个蜘蛛侠咯、啊，玩咗嗰、那个。蜘蛛侠啊？你觉得最好玩边个嘢啊？俊嗰次冇啊，
净系玩到嗰个嘅，因为我嗰日卅一号发三排到底。咩话？咩话？点样话？排切底，佢所有嘢都虾碌过呢条友，所有嘢都虾碌过，睇一讲睇上云，但又唔使 Marvel 去环球影城，有就玩呢样嘢，佢所有嘢都虾碌，真系激死人咯。唔系，但系 Kevin 佢几好笑，你觉得阿俊？不过我觉得你两个好笑啲，佢乜鬼嘢都虾碌啊！阿俊，你呢个时候就应该问啦。咦，咁你玩嗰啲咩 ？Kevin 喺里边咁样样，我净系玩嗰个蜘蛛侠啊！哇，佢真系好惊啊！咁，喂，过嚟咧，你嚟啊，你嚟啊，交俾你。阿 Kevin， 咁你喺环球影城玩嗰啲咩？我净系玩个蜘蛛侠。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